粹講嘢，都有可能佢刑事責任就係運動。你跟場我運動啲人去內圍去打佢，啊，譬如啲外邊同佢發生啊，哎圍佢啊，個人咁樣不停咁去打，咁又即刻有問題。因為我知啊，呢個唔係職業，呢個咧就係煽動，即刻嘅群眾有可能即刻發生嘅。但係如果純粹係理論層次講啲咁嘅嘢咧，係冇所謂啊！馬克思都講到咁多年啦，你見而家拉咗馬克思啦，馬克思都做埋拉咗革命噶啦，係嘛？做咗埋個共產黨宣言添啦，或者係呢個世界佢包容嘅東西。所以咧問題就係咧，我哋想講嘅社會，如果我哋想大陸化嘅社會，跟足大陸嘅標準，咁可能你啱啦。但係對唔住，我哋香港人唔想咁樣。哎呀，我都愛國家。哎呀，不過我想問下，如果你想我哋嘅香港，我哋下一代就一個鼓吹香港獨立嘅一個社會，一個咁樣嘅接班人咧，佢自己都係反港獨㗎，係嘛？我想問下你係咪支持反港獨？問題咧，我想問下我係咪支持反港獨？我係自己都係不斷嘅同我哋一齊，正正係中國人，我自己都係萬市民，我心裏邊都係中國人。呢個我真係唔明啊！因為陳宇明咧，我不能表態啊！不人表態嘅話，你想咩？你咪反黨嘅咪起？我唔知，我唔知，我唔知。係啊！我唔知啊！即係我話你話啦，我話呢個咁樣嘅，我都唔贊成港獨，但我唔想香港在恐懼之中，明唔明白啊？啊！我即係講緊人哋包，以為人哋包心，以為人哋表態，呢啲就唔係咁樣。我想回應下頭先啱嗰個答案。其實咧，我哋睇到我哋而家生活喺嘅香港嘅社會咧。其實政府咧都係相當係文明執法，即係話就住頭先我講，有人認為啊，即係第一日已經要處置取締呢個組織。咁但係我哋嘅政府個警方咧，或者我社團註冊嘅官員咧，都係用好審慎嘅態度，經歷咗兩年，搜集咗大量嘅材料，咁去説明，就話我而家係準備去取締嘅喎，仲要聽翻當事人。你有咩嘅辯護嘅理由啊？爭辯嘅理由啊？呢個係一個全世界都少有嘅一個文明嘅做法。咁到最後啦，縱使真係進行咗取締啦，當事人或者當事嘅團體仲可以向法院申訴喎、啊。我哋仲係一個法治社會喎、啊，仲要說服到個法官。啊、如果你說服到個法官話你唔係、行為唔係行動取締係唔啱嘅話咧，你仲可能有得逞機會。我相信在警方在採取這一次的行動之前呢，一方面做了大量的搜集的資料的工作，搜集證據的工作，亦都是已經經過一個很審慎的、百里的虛敲和徵詢了法律意見才會採取這個行動。當然最後我們還是要看香港的法治社會，如果申訴人說、哎、我要上訴，我要去採取法律工具方面去維權，我們就要最後在香港的司法系統的法官去怎樣裁決。在這裡就算我們再爭議都敵不過最後法官的裁決，所以我覺得仍然是大家要尊重我們現在的司法系統。兩位會不會有簡單的論點？當然現在其實有23年了，你曾說立刻拉人封頂，不過因為你利用那個社團條例這樣用法呢，其實濫用了公權力來到剝奪市民一些很基本的一些政治權利，包括是必捨不理言論的自由，這些不應該這樣的。你一個政府拿錢，你真的告人的，你說我告你不用聽，你就去答辯，你請律師就真的可以。但是如果連個利用公權力去填制，去到控訴，去到搜查，不得不不填的社會，它製成了一種白色的恐怖。所以我為什麼要回到你最基本的東西，就是講你原則，是不是拿錢，因為你自己講完的道理出來，我不同意也好，但你講來講去都是言論的東西，都是等等的，不過即一些即他的鼓吹，他的想法，他的思想，好是吧？你怎麼用了這樣暴力的東西出來？好啊，陳老師，馬雲哥就講到香港是有法治，但我會說香港只是有法例並沒有法治，這條法例是有問題，因為這條法例是英國殖民時期留下來的惡法，連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都說這條法例是有問題。我舉一個例子，烏克蘭的一個極權政府無政經立法，戴口罩都是犯法，這條法例是有問題的，講到人民是錯，所以法例有問題的時候，你講你怎樣有法治都好，怎公平都好，其實你只有法例並沒有法治。好，因為我在陳老師的眼中呢，基本法都可以不守的，基本法你都要法
你唔係聖經啊嘛，你中國憲法所講基本法，我哋所講可以咪用呢啲五嘅大法嘅原則嘅精神，你都抗拒嘅話，你當然可以否定曬所有條例。我哋有幾百嘅條例，點解你淨係話呢一條條例有問題咧？因為佢針對好你啊嘛。咁你咪係先講問題就講咯。咁喺第一段其實有引申少少嘅討論，頭先都提到就係，例如有啲人會擔心就係社會自由。如果我哋今次用呢個政治條例係講緊即係維護國家安全嘅喎，咁咪就會諗都會有啲社會問題嘅，就例如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，呢個會唔會都係危害國家安全？咁啊，第時會唔會呢一個會可以引申到好多團體都可以咁樣用咧？嚇，你嘅政策？我睇法咧就係、是，連支聯會咁，佢存在於回歸之前，回歸之後21年，無論佢進行任何嘅活動，只要佢係依法去申請，佢所有都有搞集會遊行，都冇遭遇過任何嘅困難或者阻撓。呢、這個就正正説明咗我哋而家係即係政府嚟講咧，執法部門都係依法去執行執法。如果佢係喺法例嘅容許嘅。單打裏面去活動咧，我睇唔到有咩問題嚟噶。所以係結束一黨專政唔會影響國家安全。呢個係好有趣嘅問題嚟嘅，即係中央政府或者即係中國共產黨，佢都冇即係接受話對佢一黨專政嘅一個咁嘅位置啊，係嘛？佢一路所推動嘅就係話一黨領導嘅多黨合作制勢啊嘛。咁所以即係佢都唔會對號入座嘅一黨專政，咁最後佢都冇目標，你係即係去打擊，咁我唔知佢點去打擊邊個啦。好，我哋而家收齊單子翻嚟再俾其他嘅嘉賓講翻。冇嘢講啊，條女，條女好啲啊，條女啫，條女留心去聽噶。好，我知道好多朋友想問，但係我哋個問題一定要精簡，一定要精簡。一定要精簡啦！我希望盡量俾多啲朋友問。我喺度講講啦，我見到今日都有啲新嘅朋友啦，咁我聽一下佢哋答都係最近有啲新嘅朋友開講啊，之前如果係有嘅，即係我比較少啲朋友嚟到想發問，我會優先俾佢哋問之前。咁但係我希望大家都係要精簡啊，一定要精簡。我知道大家對呢個話題有好多嘅諗法，但我都希望嚇大家仍然好希望多。唔好留於純粹大學人嘅宣示，我希望大家係有論據嘅、有理據嘅。你可以唔同意陳浩天，可以唔同意民族黨，你可以覺得佢影響危害到國家安全，影響到公共秩序。咁但係我希望你有啲實際嘅例子啊，例如頭先馬洪國議員就覺得你成立個黨已經係。能夠國家安全啊！咁呢個係即係每個人都唔同嘅睇法啦。咁啊，馬同國健可能就比較敏感啲啦，喺呢方面。咁啊，睇下大家即係呢條線就喺邊度咁樣。有吞人，好多人士啦。全民一權啦！如果你話講到係呢個
全民逐權啊，係即係有啲人嘅問題啦，因為香港嘅好多好多人要解決翻一個國家安全噶嘛，根本啲人唔算啦。我就係三十年啦，咁啊，我國家啱啱建立咗，可能啊人多啦，我之前會支持嘅，因為就靠市，靠市咧要靠人多嘅咁樣度，喺外加部兩份稿出嚟。不過要精簡啊，真係啊，台上都要精簡。你睇個真口未必有回報。是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有禮貌哦。哇，但係好啊，真真嘅。今日就先講，今日嚟講下咧，係政府計劃引用《首席條例》嘅收停止民族黨嘅運作。頭先講到咧，有一啲可能香港嘅社團都會同誒民族黨有啲類似啦嘅政綱嘅，咁啊嗰啲團體又點算咧？咁啊睇下用個。我最近知道你出嚟嘅問題。今日咧，即係似好多人會話唔使擔心嘅，呢個民族黨咧，就使得好多人支持。咁呢條咧，反正正正係都呢個立運動嘅啫，啊，就係啲人唔使驚。我就講翻嚟，我應該講個原則。我哋好多人未必同意啊，我或者我哋，我所有時間都唔一條運動。我哋嘅社會就係民意，佢都好啦，你係尊重佢有，我話中意電視，全民一權啦，佢用啲方法嚟到宣揚佢嘅意見，只要一權太咗啦，點解要標準啦？用真真白白同意咧？咁唔係，如果台上全民一權啦，作為打擊嘅對象，其中嘅將嗰個法，將個權力嚟濫用嘅話咧，將來佢用同一個標準係可以打擊佢嘅，或者打翻出去。最危險的就是自公方資源不夠，當然有可能在公方所謂爭取支持的團體都可能會這樣，所以他每個人都要知道是不是一個人的組織，就是錯的，是要的，是問題，是一個獨立的政治人的一個體制之下，是符合國際標準，大家可以呢能夠幫助我們，這個是我們所共情的。好的，首先我想提出呢，他同一年就是民眾黨不是很喜歡一個社會，他都是一個政治人，因為有幾點呢是實實在在呢是虛榮人的，包括 政府特別政府的個都市人民的50項事實證明是分國家的人，他自己在創黨的時候都已經提出了六大方向是不吹港獨的，包括香港人民，他包括香港人民是不吹的，無力無力去搞港獨，仲要係荼毒青少年，佢要佢哋，你除我想問你係咪有喺喺嗰度，係咪招募青年叫你哋一齊去有咩政治體育堂？你有冇做過？有冇成績？你夠膽做？你唔敢認嘅係咪難民賴著咧？係咪所作所為咧？你夠膽做？你夠膽做？係咪所作所為咧？咁啊，第二個咧就係政治，平時女性先。我的男人大腳孤尖整整低水啊！我哋資料會，我哋資料會，跟住話我哋有知青組嘅，我哋招你招攬好多青年人㗎，等於你哋一樣㗎啦。資料會全部係香港市民資源多咯，主運作團啊，會人多，其實都係我係個自由啊，我係個自由民主嘅中國咯，係第一個啊，帝制嘅中國咯，好啊，嚟打嘛啊，好啊，咁就係我又唔夠膽自認係男子漢大丈夫。夠膽做就夠膽嚟啦！但係咧，即係其實呢一集嘅文件咧，百百幾頁咧，大家都睇到。都係你個你所作所為咯，好清晰。即係其實咧，你覺得呢個問題好大殺傷力，我一講講就會成一堆分。我都有你夠膽開台啦，分亂作係分作打打亂場，我都講啦，我都講啦，我都冇人啊，冇人，我都冇人質疑誒，即係裏邊嗰啲文件大部分嘅內容嘅真確性嘅，我都未追蹤。關時間啊！嗱，即係我咁講啦，你咁樣都係咁認同得講得就會死㗎啦。對唔住，我覺得咧，我哋香港追求自由咧，首先思想要自由，唔可以任何禁忌。我想問下，我哋都講自由，但係我哋講嘅係你嘅嘛，定係唔啱？如果你平時本身就係啱，我想問下，我問啲乜嘢咧？本身啲嘢就係啱，邊個係第一個咁嘅邏輯嘅問題？係咪你？我曾經見證過香港獨立 ，OK 咧，會唔會？你見證過香港獨立，你應該係中國一部分，你應該關注中國嘅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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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啲人係大家有唔同嘅意見，又話加加俾大嘅朋友都收翻嚟，加俾嘅將將嚟做嘅。歡迎各位，今日答問，因為為咗保護到呢個例，我成日控制喺度公司內，咁因為大家如果唔同嘅，我覺得有機會有機會。三十秒唔係兩分，收唔收料？咁啊，論事咪就係，咁啊，講到言論自由，言論自由嘅，咁可能可以討論嘅就係言論自由入邊，但言論自由有邊界？你都話我都問阿林哥，其實你都邊度睇呢啲網站啊？啲咩嘢都冇啊？有可能都已經有少少 sense， 但係你而家講嘅言論自由係已經關係到公共安全啲啊，但係開保護對嘅呢個法律基礎唔錯啫，而家我認為佢已經係冇嘅，但係我哋而家你唔該我哋講到，包括之前一月份嘅嘅概念，之前立法會嘅成果前面嘅，都係幾類似喎。唔係，但係呢一類似思想，類似思想嘅呢、這個講得啱嘅，點解咁高級咧？你哋最唔高級啊！咁低評分啊！你哋最唔高級啊！咁我喺同學方面喺教育，因為我自己做教育工作嘅，我覺得就唔認真嘅咧，我教多個，多謝你啊，多謝你啊，換寫條條例禁止混淆天真地義，任何寫條活動都不能為我哋國家安全，寫條條例會非常有一定存在，除非反對派口中嘅惡法，不要顛倒因果，令社會甚至寫條條例針對行所行為而非個人議論。目的是阻止危害國家、危害整體社會的行為，必須依法，必須依法取締危害國家安全。地位危害社會，打分裂國家，我係香港的。好，唔該，加你後面呢位。好，多謝你啊，其實咧，講真啦，我哋講咗咁耐，陳浩天嘅所謂危害國家安全啊，咩香港獨立嘅，都係流於響香港。同埋嘅，即係嗰啲宣傳講嘢嘅，而真真正正咧爭取香港獨立嘅行動咧，係香港政府一眾高官。大家睇下，中美呢個貿易戰，香港政府不斷去向美國官員乞求，呢、這個將香港要剔除喺中國以外嘅，係呢、這個話香港係獨立。哇！正對路，好啦，好唔該曬你，我交俾後面呢位。係大家好，咁啊，舉少少例子啦，我想問下在場殺人係咪犯法啊？殺人犯法，但係講下笑咁，基本上香港就唔自由，講下笑，不如我殺咗你啦，咁都容許嘅。咁但係，如果你身邊朋友問人都話殺人，喺 Facebook 都大家都話殺人嘅話，你聽唔聽啊？聽喎。警察亦都會去一件事嚟嘅，唔單止講嘅人喺 Facebook 嗰度都算係殺，即係比喻啫，即係話我唔去宣傳，喂講到唔係對於即係我哋嚟講係一個問題嚟嘅，即係啊，如果作為警方保障市民嘅生活，我唔得啦，咁我得啦，引用例子，呢啲適合嘅例子，我交俾後面係。等我留住。嗱，香港嘅寫字條例規定三個人登記罪運嘅就係主席、司庫同埋秘書啊嘛，係咪啊？嗱，呢個國保安部長點解招得嚟講打壓民族黨咧？就話一人以上都係寫字，咁啊一流一部都係寫字啦。咁招都係參與，唉，你冇用啊！留住自己用語得得前啲啦。好錯啊！新聞網民主義，我想。引述翻過往寫條條例咧，就用喺沙頭會嗰度嘅啫。但係依家回歸之後咧，同香港，因為外民宣誓寫條條例咧，更加安全力同啲嘅學員非常清晰嘅。但今日民族黨俾我哋香港政府用更加安全嚟打下嚟，佢嚟打啊！但其實呢個喺大陸就係一個漏洞，因為國家安全係完全冇一個前人嘅例子、持續例子，所以我希望問想問在座嘉賓，覺得香港應該點樣重新去檢討或者修訂？寫條條例喺人權法咧、陳傑嗰部法咧，同埋後校嗰部法咧，對唔對啊？我諗對國家安全嗰個解釋啊，如果你問翻寫條條例咧，因為保衞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及獨立自主啊，所以我喺度可以答佢咧。我交俾係論壇自由。我係香港論壇自由，我呢句話加入落去，陳浩天、李真文、全國人民條例嗰個宗旨。當你乜嘢都有，咁有人唔肯查，係咪？學者阿韓台正明先生，你都係肯查資料㗎。你講乜嘢唔識聽喎？聽唔到，劉文，關大老闆。關大老闆啊！
我冇見啲人，我諗緊你都係。咁但係有啲人好